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董绿爵，欢迎您收听维根莲世界读书共学会。今天我们继续共同学习善待癌症饮食篇。三、山药百味山药粉。将鲁土地生产的铁棍淮山药直接从地里挖出后，清洗、切片、烤炉烘干、磨粉，其味道清新、醇厚、微香甜。有人从个别药店买回山药磨粉，其异味甚重，令人恶心不能下咽，这是山药用硫磺熏制之故。硫磺熏过的山药自然晾晒后不会变色，而且增白，比烤炉烘干能大大节约生产成本，但是带硫磺的山药不宜做食品。山药粉的吃法也有很多种。一、摊薄饼，将山药粉加水搅拌成糊，糊稀饼薄，糊稠饼厚，加适量盐，在不粘锅中滴入少许油，将锅烧热，舀一勺山药糊入内摊平，糊干时将饼翻过，片刻即熟。二、疙瘩汤，将山药粉加少许水，用筷子搅成面疙瘩备用，根据个人喜好煮沸菜汤，将面疙瘩徐徐拨入锅中，煮熟后即可食用。参考其他面食的做法，山药粉还可以做出许多花样，但是需要提醒的是，山药粉筋性差，远不如白面，所以制作其他食品时应考虑这一点。如果单位增强体质，可在做白面食品时加入适量山药粉。若癌症患者的肿瘤处于迅速增长期，或者处于刚查出病灶的前30天内，只吃铁棍淮山药为好，不饿不吃，饿了即吃，有利于遏制肿瘤的发展势头。肿瘤疯长的态势被遏制后，可添加其他素食。二、古代医家对山药的论述。学习古代医家对山药的众多论述，在食用山药时更有针对性，但是由于山药性平，属于食物类，和偏性较强的药相比，对于疾病的改善效果不太明显，它更多的作用是补益脏腑的元气，气聚成形，犹如筑基兴沙，所以每日食山药之人，坚持数年后，身心清爽。山药性平味甘，入脾、肺、肾经，兼入足少阳经气分，其功能是健脾、补肺、固肾、益精。古代医家和医书对山药的论述如下：一、神农本草经曰，主伤中补虚，除寒热邪气，补中益力气，长肌肉，久服耳目聪明。二、别录曰，主头面油风，头风眼眩，下气止腰痛，治虚劳羸瘦，充五脏，除烦热，强阴。三、药性论曰，补五劳七伤，去冷风，止腰痛，振心神，补心气不足，患人体虚羸，加而用之。四、日华子本草曰，助五脏，强筋骨，长治安神，主泄精健旺。五、本草纲目曰，益肾气，健脾胃，止泄力，化痰涎，润皮毛。六、朱振亨先生曰，生导贴肿硬毒，能消散。七、药品化义曰，山药温补而不聚，微香而不燥，循循有调肺之功，治肺虚久咳，和气稳当，因其味甘气香，用之助脾，治脾虚腹泻，怠惰嗜卧，四肢困倦，又取其甘则补阳，以能补中益气，温养肌肉，
为肺脾二脏要药，土旺生金，金盛生水，功用相扔，故六味丸中用之治肾虚腰痛、滑精梦遗、虚怯阳痿，但性缓力微，忌宜备用。八，本草求真曰：山药本属食物，古人用如汤剂，为其补脾益气除热，然气虽温而却平，为补脾肺之阴，是以能润皮毛、长肌肉，不似黄芪性温，能补肺阳。白术苦燥，能补脾阳也。切其性涩，能治遗精不精，味甘兼咸，又能益肾强阴，故六味地黄丸用此以佐地黄。然性虽阴而治不肾，故能肾湿以止泄泻，生导附庸疮，消肿硬，亦是补阴退热之意。至云补阳消肿，补气除滞，理虽可通，语涉千混，似非正说。置入汤剂以治火虚微症，难图进攻，必多用之方语，以其秉性和缓故耳。入滋阴药中宜生用，入补脾宜炒黄用。九，神农本草精读曰：山药能补肾天精，精足则阴强，目明耳聪，凡上品俱是寻常服食之物，非治病之药，故神农另提出九服二字。可见今人每取上品之药，如此误及人参、熟地黄、微蕊、阿胶、菟丝子、沙苑子、蒺藜之类，合为一方以治大病，误人无算。盖病不速去，元气日伤，伤及则死。凡上品之药，法宜久服，多则终身，少则数年，与五谷之养人相佐，以真受考。若大病而需用此药，如五谷为养脾第一品，脾虚之人强令食谷，即可必补脾之能事，有事理乎？十，本经书证曰：主伤中补虚雷，即补中益气力也。上述有关山药的论述，皆出于历代大家，其中主要是医药学者，也有其他领域的名人，足见秦汉以来国人对山药的共识。按现代医药临床试验要求，一个新药要以300到500人的试用结果为据，那么山药是中华民族用数千年时间证明了食物和药物，有百利而无一害，相对正确的使用山药，利国利民，天地欢喜。今天我们的读书共学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明天我们不见不散。哦，对了，我们明天要学习的内容是饮食篇，嚼汤喝饭。拜拜。